韩国男团 GOT7 成员 Mark 段宜恩4月11日晚现身香港天际100观景台出席微博星耀盛典颁奖礼。当晚段宜恩获颁微博 Hot Star， 对此他十分感谢粉丝的支持。段宜恩以前也和 GOT7 的队友们一起在香港开过演唱会，不知道他都去过香港哪里游玩，或者喜欢吃香港的哪些地道美食呀？在香港之前我也去过 Victoria Peak， 然后也去过香港的 Disneyland， 然后在香港有我喜欢吃那个干炒牛河，然后也喜欢吃蛋挞。另外去年段宜恩你发表了 solo 单曲，获得不少歌迷的喜爱，今年有没有打算再推出一些新作品呢？最近也有时间的时候也一直在写歌，然后希望以后 有好机会的话，可以把这些歌可以送给粉丝们听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